颜色会改变能量，颜色反映时分析师指出，情侣穿什么颜色的内衣裤有助于亲密行为的性质。 A 红色， B 黑色。快点，你快点，我选红色。锁定。你不选黑色哦。红色波长最长啊，有没有可能红色会让人有性感的感觉啊？你选红色。我知道你们都想选黑色，对不对？但我觉得我要再度逆向思维，红色的波长最长嘛 ，RGB 啊 ，R 位的波长啊，波长最长，所以呢，是看到可能会整个世界都是你，你穿红色的，可以在脑子里面滞留的印象更久。对，记忆揭晓。